主料蛋黄豆两杯，猪肉皮250克，辅料盐、老抽、料酒。八角一个，桂皮一块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猪皮和黄豆，辅料桂皮和八角。锅里不要放油，直接把猪皮倒下，加料酒下去炒下，加老抽炒上色，再把八角和桂皮放下去，最后倒入黄豆，加一勺盐炒均匀，倒入一碗水下去煮开，把炒好的料全部倒进电压力锅里，盖好盖子炖20分钟即可，炖好搅拌下再盛出来。烹饪技巧，切记不要放油下去炒哦，炖20分钟刚刚好，喜欢吃更烂的可以多炖一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